41岁嘅歌手关楚耀生活富贵，去年佢同网红 Joanne 结婚，情人节又送两大沓嘅1000蚊纸，目测至少有20万，但佢就一度被批炫富。近日关楚耀去到澳门嘅五星级酒店永里皇宫，大晒贵宾待遇。片入面佢先系话，原来永里皇宫有条秘密通道，一开门就会见到永里皇宫嘅私人会所。关楚耀都睇到忍唔住哇哇声。嗰仔见唔见到个仔？揿佢啦。Yeah。揿晒。哇！可以唱歌喎、啊！哇，呢、這个景靓喎，精神系啊！近年有唔少艺人都不想掘金，早前吴卓羲同李彩华就喺上海为时装 show 担任嘉宾，同场仲有90年代初选美冠军罗琳。而家58岁嘅罗琳，虽然是三子之母，但完全不似即将60岁，多年来都保养得宜。今次她穿着日薄的黑白色晚装，超贴身，再加上大露背的设计，显得身材好好，真是不负美魔女之名。罗琳在入行前做过6年的空姐，在91年参选亚洲小姐获得冠军，之后转投无线电视。在96年她嫁了给香港富商刘坤铭，之后淡出娱乐圈。他有3个仔，离婚之后就复出，曾经在50岁的时候以美魔女为卖点推出首本写真集，成为了一时佳话。伍咏薇在1989年参选亚洲小姐，夺得最上镜小姐而入行，多年来参与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，不过自从2020年金宵大厦二之后就再没有新作了。日前伍咏薇就在社交平台上载了近照，不过就因为瘦到皮包骨，令网民都很担心她的健康状况啊。相入面可以见到伍咏薇身形激瘦，颈筋暴现兼头大身细，有网民更加担心是不是她年纪大消化系统跟不上，就连好姊妹陈敏芝都留言叫她吃多一点、而其他网民也都认为她现在太瘦了，叫她吃多一点东西、昔日当红 TVB 小生蔡其骏近年不常发展，转战饮食界，并且转型做抖音的 KOL。 她近日拍片自曝经营近5年的美容店执笠，挨得过3年疫情，挨不过加租，有没有搞错？咁个市道仲加租，早两年唔叫佢减租，呢个停车位又冇，我真系唔明点解仲要加租。佢仲话唔少隔篱铺头都执笠，但佢就未放弃创业嘅念头。佢而家仲经营紧鸡脚店同埋咖啡店，而网店就卖紧鸡脚。接落嚟仲准备做花胶同埋榴莲嘅生意。佢留言话会一直创业，永远唔会放弃奋斗。奥利虽然在亚洲超星团比赛嗰阵仲未够18岁，但凭住实力成功以第一名 C 位出道。今日是佢18岁生日，虽然佢身在内地冇嚟到香港庆祝，但香港嘅一班粉丝都为咗佢准备咗生日嘅应援活动。中午时分，佢哋喺尖沙咀闹市播住奥利喺比赛中嘅片段，更加有妈妈特登带埋小朋友嚟感受气氛。而那个小朋友也都说自己很喜欢奥利，还在宣传车前面跳起舞，为偶像贺寿啊。王菲淡出幕前多年，过着半退休的生活，很少公开露面。日前她被影到和前夫李亚鹏所生的细女李嫣一起现身北京机场，引起了网民热烈讨论，大赞她保养得很好，打扮好有型，而且发量好多，被网民形容是舞天理啊。而快将踏入18岁的李嫣，身高已经赶上1.74米的王菲，完美遗传了妈妈的好身形。前 TVB 小生梁敬辉近年专注在内地发展，原来做埋电影男主角。他领衔主演的内地网络电影《黑水岭》近日上映。他的演出获得不少的网民称赞，还说他一个救翻成部戏啊。黑水岭讲述为了救妹妹敏俊同埋女朋友陈希，带领好兄弟丁志踏上神秘荒岛黑水岭的求虐之旅，
梁敬辉的角色可以说是由头带到尾，有勇有谋，发挥很大啊。近日一个升级证婚律师上载了一张和 Kango 笑容满面的合照，律师更加恭喜 Kango。 对于荣升外父一事， Kango 回复我们话想低调，真的要恭喜外父了。 Kango 和细14岁的林彦明在片场邂逅，林彦明结婚之后淡出幕前，专心相夫教子，他们有一仔一女，他们都经历过高低起跌。 Kango 曾经透露太太他人生不如意，同埋破产欠债过千万嗰阵，都从未埋怨。就算一家六口要由豪宅搬到几百尺嘅单位，仍然一直喺背后支持。为咗还债 ，Kango 不得不长居内地拍剧，而林依明就留港，无兼父职，独立照顾一对仔女。48岁嘅袁彩云喺1996年参选香港小姐，夺得季军入行。直到2009年，他和飲食商人江明峰结婚之后，正式移居加拿大。他们还有一个女儿，而袁彩云就淡出幕前，做了全职妈咪。在3月31日，袁彩云上载了和老公当年的结婚相，来庆祝结婚15周年。袁彩云一向都保养得宜，不时都会上载素颜照。而他两公婆动灵力真是很惊人，外貌和当年其实分别都不大。有很多网民都留言大赞他们保持得很好，也都送上祝福。有传袁彩云当年是被公司派到去温哥华主持节目《魅力凝聚新时代》，期间就认识了江明峰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继而展开异地恋。最后袁彩云就决定放弃香港事业，跟对方去到加拿大定居。TVB 综艺节目《中年好声音二》的比赛上个礼拜已经圆满结束了，由古灿文获得冠军。由于他和肥妈都是中葡混血儿，加上他们2009年的时候在亚视节目《亚洲星光大道》入面已经认识，所以古灿文一路都被传是评判肥妈的私生子。不过肥妈这日就在社交平台上说和古灿文没关系，肥妈说只是因为大家都是混血儿，所以个样子自然有点像。而被问到古灿文在参加中年好声音二之前有没有问过他意见，肥妈就说有的，不过报了名之后就不会再理他，这8个月连 Facebook 电话都没有跟他联络，因为要保持公平啊。肥妈说古灿文的表现好到可以拿冠军是靠最后一首歌的表现，他提到因为古灿文跟着他在世界各地登台，所以见多识广，累积够一定的经验而练成的。